这个计划早就定了，汇报表演的一半的时候开始下雨了，然后我们也做了相应的安全这个预案的四维打算，孩子呢有训练了接近一周休息时间，他也想汇报一下，家长也想看看自己的孩子的一个表演，所以说呢这个汇报表演我们就坚持把它做完，但是呢最后我们就把剩下的班级全部是两个班同时进行，时间也缩短了，不到20分钟吧，这个汇报表演完了，其他所有的议程全部取消了，我们也有相应的预案的，我们学校也有相应的校医，当然学校食堂那边也提前准备了姜汤的，结束同学们全部是宿舍，就把衣服都穿了干衣服，到现在为止我们也没接到任何说这个有身体不适的学生的情况。